欠债一亿吃午饭。嗯，快点，上条鱼还约了人打高尔夫。哇哦！这鱼挺新鲜的，先生，这是接着从北极现捞的。老板高，多少钱？您共消费19888。欠债一万吃午饭。哎，差别了一万，要拿300多车砖才还得起。哎呦我的妈！还是省点吃个馒头泡水吧。妈真香！哎呀，大伙说。叮叮叮。李大侠，有话好好说。没啥好好说，天天干这么多坏事，唯有以死谢罪。少林，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临走前可以再吃你一块，懂吗？不给你吃。赶紧拿条命吧。杀！你别笑。情人会是什么？会吗？会吧。嘿嘿，哇啊，好香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你懂个屁啊！我在练铁头功，把你鸡头给我啊！鸡头里面全是重金属，吃了之后头真甜。我知道怎么练单位最好了。哎，看着这只鸡也只有我一个人吃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太爽了！上。啃了3个月的鸡腿，怎么长蘑菇了？哼，又一个人吃独食，还3个月啊！哥哥，快来帮我扇一下被子！上来了，美女，我最喜欢扇被子了。今天是小鸡炖蘑菇，我现在就来帮你吃蘑菇一下。哎呦我的妈！不好，不能吃啊！不好意思。吃完了，哎，放了3个月，你没发现都长蘑菇了？不是想要去炖蘑菇吗？欠债5万吃午饭，第一种。哎，欠5万块钱，我得多久才能还完？我太难了，肉也不敢吃。你别笑。第二种，先生请点菜。不看了，把你们店最贵的东西都给我上一遍。好的。哇，兄弟大气，吃好。喂，什么5万块钱啊？我不是小李打错了。没事没事。啊，对了，上！刚是不是说了找你挣5块钱？哦，我错了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啊，现在的人真不讲诚信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想让你掏心掏肺，想看你楚楚的人却太多，不好过，却要替别人。腌制了8个月的猪皮子，再加点菜椒，给它卷成猪皮卷。听说大哥现在很能吃辣，我们找他试试。杀！大哥，是猪皮卷，这个超级辣哦。就是这个字吗？我现在可是吃辣白银选手。不是蓝银选手吗？这不辣。对不对？哎呦我的妈！等一下，你不要命了？这个都敢吃啊？你唬谁呢？这我早上才从河里捞上来的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有实话告诉你了。这条鱼它早已经变异了。曾经啊，它只是一条可爱的黄鳝。昨天我也吃了一条，结果脸上都长腮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必须要专业人士才能处理，交给我吧。哎，那我吃只变异的鸡不是可以飞了？你别笑，它真香啊！太好吃了！冰冰冰，这80块钱椰子也太难吃了吧！椰子你都不会吃，你也太土了吧！来，我教你。看好了，我的椰子啊！你慌个啥？椰子就是这个白色的椰肉，这个黄色的是他爸爸，不能吃。我给你拿去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差点没吃人床上，果然好吃。真是啊，可口嘛，一把甩心肠。不同地方对辣的理解，某东西。等一下，这可是我们这的辣度天花板。我知道你是四川人，但是我还是怕你承受不起。没得事，我就轻轻尝一口。一点都不辣的嘛。味道太淡了，冒酸野。老板哥，这么多辣椒，我很辣吧？这个叫辣子鸡，一点都不辣。你看嘛，这水的娃娃随便吃。上、有没有羊肠热气哦？50块钱能吃啥？宰鸡肠。
老板，来碗面。哎呦我的妈！这面可以啊，有蛋，有菜，还有牛肉。你别笑。嗯。先生，你一共消费50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在家里。哎，累了一天了。老王，晚上吃啥？来了，清蒸小龙虾、芥末肉片、蛋炒西红柿、水煮排骨。这么多菜得不少钱吧？50。这败家！现在菜太贵了。花真香啊！不，啥都别动。各个地方的穷人吃什么？毛海人。又吃螃蟹就不能搞点别的吗？哎，家里穷，这个河里捞的又不要钱。哥以后有钱了，绝对给你买大米吃。你说呢？某东爷，家里就这点米了，咋办啊？你等着，吃吧，刚去厕所拉了点，好歹能填肚子。杀！哇，哥以后有钱了，我再也不吃生蚝了。你们那以前穷人吃什么？正宗火的火鸡面最劲爆，是吧？爆辣火锅料，加水煮开，准备好加入面饼，捞出放入空碗中，加入三包火鸡面的酱，搅拌均匀，然后给小李试试。小李，做完火鸡面给你吃，快尝尝。我昨天才欺负了你，今天就把吃的给我，还是想整我吧？怎么可能？那你吃一口。杀！这龟儿子今天咋这么聪明？吃就吃。哼啊！我竟然错怪你了。哇，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火鸡面。哎呦我的妈。哇，太过瘾了。哎，还有没有靠谱的办法？各地被误解的美食，某江人。这是硅胶吧？这是海蜇，好吃的很，快尝尝。有人。哇，这跟塑料一样。这口感不错吧？哎，出来出来。某东人。哇，毛毛虫也能吃啊？这是蚕蛹，这季节可不好买。杀！咋样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不过我现在不饿。某川银。哇，兄弟，这都放多久了？都放没了。这可是20年的老腊肉，关系一般的我还不拉出来，等着。啊，你帮我研究啊，这肉好香，好吃吧？啊，好吃好吃。你们那也有吗？各地饭桌上的炫耀。某东银。这玩意可贵了，没吃过吧？嗯，居然可以一口一个，六鼻。哎，我平时都一口八个。哎，真羡慕你们啊！我们那儿的螺都这么大一个，半途才能吃一个。刘某银，刚从地里挖的，好吃的很，快尝尝。老铁，这味道好香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般般啦，地里多得很。哎，不像我们那儿，地里面只有人参，吃多了还流鼻血，对身体不好。内某银。今天早上杀了头牛，给你炒了这个菜。哦，好好好，有人。朋友，不要客气，别光吃芹菜，多吃点肉。肉不好吃，我家还有10万头牛，我好像全部换成芹菜哦。古代人吃霸王餐。小二，把你们店里好酒好菜给洒家上一份。来喽！哇哦！啊！我客官，您还没结账呢。啥？咋家的这大吃饭从来没给过钱，脑袋不想要了。现代人吃霸王餐。老铁们，想吃这家干锅已经很久了。老板，把你们店最贵的上一份，看怎么抽啊。哦，老铁们，这家味道不错啊，怎么？还有账没结呢？我结什么账？300多万粉丝结什么账？哎呦我的妈！300万粉丝也得结账。你说的。老铁们，这下不好吃了，你不吃了。